是一堑长一智，卢卡斯打掉了 PD， 直接从高台拉了两个人，非常果断，各打一个，哎，再来一个，这个时候只剩一个人，又打一个，直接三杀，这个三杀真是太长士气了。太焦灼了，然后再加一波地下室，看一下先打什么，坑神兵机会吗？卢卡斯是穿墙带走了苏诺，这一枪完全是靠自己的意识。我发现真的卢卡斯每次都有兄弟，一个在远处这危险漏了，这漏了一个小小的一角，我再续一个一打 一打一呀，这就是卢卡斯，再来一个三杀成功，拆掉炸弹。都是安的，但是米豆这个位置顶得很靠前。这一波舞蹈怎么说？哎，卢卡斯还是带走了南川。一系一个人，而面对三个大汉怎么说？这一次 AK 仔细，卢卡斯应该是单局三杀吧。被困在了瓜房里，卢卡斯反身一狙，狙掉应该还有机会能走吧。卡斯其实一打三不太好打，狙掉一个很难了，一心在包水，你想怎么说？再打两个，没看到，我没有第三个，哇，漂亮！这就是卢卡斯残局一打三，而且是一滴血的情况下，能够成功把